讲到沙巴的这个政治哦，就有两个东西就必须要碰的。第一呢，就是沙巴盛产很多的这个政治的青蛙，之前啊跳来跳去。那么这里呢，也有一些网民指证，哎，你之前是在行动党的旗帜下啊胜选，然后之后你就加入瓦利善，然后也有我看应该是你的 supporter 讲说，哎，他这个王洪俊虽然从行动党跳去这个民进党，不过跳去民进党的时候，民进党还是反对党，还没有执政。那么针对这个课题，指证你本身也是青蛙，那么你简单回应好吗？对。没有记得啊，其实我不认为啊，我是青蛙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青蛙要跳过去对面才叫青蛙嘛。嗯，如果你向旁边跳，怎么像青蛙呢？我们还是打住对面嘛，对吗？青蛙不能向旁边跳的嘛，青蛙只能向前面跳。嗯，啊，这是一个简单的回应了。那我就没有，我就离开行动党。当时我讲得非常的清楚，我们离开行动党是为了沙巴的。嗯。当时的沙巴的朋友，我很多 的同志，跟我很多的那些支持者，甚至我很多 的忠实的支持者都不相信我。讲真的，我过了两年非常辛苦的日子，每天都顶着骂。嗯，两年的日子，可是到今天的日子，如果你今天再回来问沙巴人，他认为我这样做有错吗？我敢跟你讲，在沙巴多半的人都会认为我那个时决定是对的。我今天做这件事情是为了沙巴，也已经证明了。那。如果当，而且这里我要纠正一个假的一个就是假象，就是说我跳进民进党，这是错的。我是创造民进党的其中一个元老。嗯哼，我们离开行动党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瓦利善，根本就没有这个政党。我们出来的时候只是跟随住达杜沙菲，然后我们几个领袖去奋斗，但是我们的 campaign 整一年的 campaign。都是叫做 DSSA 的 campaign， 嗯，我们叫 DSSA， 我们没有政党，然后我们还在想出办法怎样去成立我们自己的政党，然后包括我们 DSSA 叫做什么啊 ？DSSA 那就是 DSSA 标标了，哦 ，OK， 那就是 DSSA 标标了 ，OK， 对 ，DSSA 是我们的口号，当时的整个沙巴的口号，所以我们没有讲我们是瓦利善，我们是要没有，我们是叫 DSSA 的这个沙巴的这个沙巴五八的这个口号，然后我们是一直到一年多过后，还是差不多接近两年，一年多啊，一年过后。我们才正式的成立了人民复进党，就是民进党瓦利善在沙巴，所以我是创党的元老，我并没有跳去瓦利善，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。然后我如果当时是要去什么因为如果我在行动党的人都知道了，我在沙巴行动党的同志他们都知道，当我是在沙巴在中议会唯一一个被中议会国政政府推 move motion 去把我 refer 去这个 parliamentary committee， 然后 suspend 我六个月没有薪水的人，我是在整个沙巴历史创新第一个这样的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是针对他们的课题咬住不放的。那时候的反对党做的最凶，我敢讲是我。那个时候他们种种的 offer 给我，其实在我的当时沙巴。就沙巴火箭的沙巴人都知道他们有 offer 我，他们 offer 我副部长，还 offer 我很大的钱，可是我也没有离开。所以我就讲到当时之前有一个 interview 问我，当时你的同僚在行动党里面攻击你，你会生气他们吗？我讲我不会生气的，生气没有，只是说我觉得有点失望。为什么？因为其实他们是认识我的人，他们知道我是有这些 option， 他们知道我可以走，如果我是为了钱，我是大可以跟穆萨去做官，拿了钱了我就算了，可是我也没这样子做。而当我离开卫沙巴的时候，他们不认同，他们还要去就是人格谋杀的攻击我，讲我拿了钱啊，讲我的权，这个背叛人民，这个是我可能有一点点心痛的地方，可是也就算了，已经过去了。只是说今天的沙巴的子民还会认为我是青蛙啊，这个课题我认为在沙巴可能我不要自己讲了，我觉得在沙巴，我问问沙巴的朋友，你们可能会就会知道答案了。我认为，这一个这叫什么？这一个坏名青蛙，我当时离开行动党，我没有讲行动党不好，我觉得行动党是一个很好的政党，他也真正的栽培了我。这个我要真的要讲一声谢谢的，他们也真的栽培我。我只能说，在沙巴可能行动党不是这么适合沙巴。我当时离开的时候也说这句话，今天我还是说回同一句话。他可能不是这么适合代表沙巴，所以在这个情况，
我离开了行动党，今天这个坏名也应该到一个段落了。因为沙巴今天的子民看到我，他就说，白冰，还好你坚持，今天你的坚持，我们是看到那个结果，我们是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。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不需要自己去解释，跟我今天觉得，我觉得是大，这是公认的，在沙巴，然后这个是我已经就算有罪也已经赎罪了的一个课题，所以我根本就不担心面对这个问题。